向街边，我看到一位老人眼神落寞望向天边，他嘴里呢喃呢喃，我知道他想找人讲话，我二话不讲又怎么跨步向前走向他。嘿、hey, 老婆，你有没有老婆？为什么坐在这里？家里不是比较暖和？我表示我的关心，但他却好像一点也不领情，只留下一句：这社会没有所谓的亲情。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什么样的儿女，放下这么孤单无助的老人往哪去？那这些问题我们交给政府处理，这真的可以放心？真的放心 ？Why？世界上要承认只有负责在往上走，而变成这样谁都有错，但总是没有一个人可认错。 That's why, that's why, who knows why, who knows。 而世界上要承认只有负责在往上走，而变成这样谁都有错，但总是没有一个人可认错。 That's why。Ring ring， 我的电话响了，电话的那头是在啜泣的声音。Kathleen， 她说没有什么，而是想跟我结巴，让头在她父母看她至今是打发自己的头。Say calm down, Kathleen，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处理。Just tell me， 一问之下 ，Oh my dear God， 被男生占了便宜，肚子还在每天自动充气。What's happening？ Tell me, Kathleen， 这不是个十五六岁的女生该做的事情。你说你对她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你知道她这个样子，你就是爱她这个样子。Oh， 你怎么？ Oh。你怎么这么贱？我真是替你父母感到 shame。 走出去不要说你是我干妹，连孩子的爹都搞不清楚，还有心情找我干杯？谁都有错，但总是没有一个人可认错。That's why, who knows why, who knows。 那世界上下承认只有负责在往上走，而变成这样，谁都有错，但总是没有一个人可认错。That's why, who knows why, who knows。 那世界上下承认只有负责在往上走。Why, who knows why, who knows。 但总是没有一个人可认错。记得公民课本好像这么写，父慈子孝，这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城市店有谁还记得课本丢哪边？不懂不孝不仁不义的活化石堆满街。而现在社会已经没有爱心，有钱的人吃肉，没钱的喂狗，管你几号几楼，管你认不认识我，也麻烦了别来找我。我拜托你，我看到你就想从后门溜走。这是什么情形？这是怎么样的邻居？难道现在已经不存在这顿心不灵？那岂不是我看你躺在风里，还从你身边走过去，两眼无情，冷冷冰冰，安安静静的看着你黯然睡去。那这就是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那社会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使我们产生如此大的距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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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